哎，同志们，看看这外面这人啊，给你们感受一下华人有多牛逼。全是华人呐，全是中国人。这可不是北京，这也不是河北，这也不是山西，这是美国硅谷边上的一个草莓地，有一个摘草莓的活动，结果来了上千人，中国人，全是中国人，华人，我靠，我这突然感觉美国已经被中国人占领了，平时没见到过这么多人啊，因为，当时。就是平时有种什么感觉呢，就是我们华人呢都比较低调，大部分的华人都住在这个什么硅谷的这些豪宅里边，深宅大院里边，硅谷的大量的豪宅都是被中国人买的啊，就是越好的房子啊，中国人喜欢住好房子啊，然后来了这边中国人还生一堆娃，都是平均三四个孩子，很正常啊。住的房子都是500万到1000万美金的房子啊。然后今天密集的看到了这么多中国人，我有感而发呀，啊，有感而发，勤奋呐！五一劳动节跑到美国这来摘草莓来了，开的都是清一色的这个保姆车啊，就是普通的塞纳，丰田塞纳。3万块钱一辆车啊，就看不出来啊，都在这摘草莓，你能看出这些人身价多少钱吗？我看得出来啊，都是我这类型的人啊，带着任务来到了美国啊，任务什么任务？多生孩子啊，因为这个国内可能生孩子养孩子成本太高了，在这边没啥成本，所以大家来这边都狂生孩子。但是确实给美国白人造成了一种焦虑啊，就是原来这个白人，原来美国是大陆，美洲大陆上没有人，这个地这是一方净土是吧，有印第安人，但是先来的是白种人啊，后来的是白种人带过来的黑人，再最后来的就是华人。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华人人数量太大了，太惊人了，把美国的原来这白人也好黑人也好弄得挺焦虑啊，还白人的钱被华人赚了，黑人的工作被华人赚了，现在呢房子也被华人买了，关键是什么呢，所有的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， 然后弄得大家很焦虑，这个华人占领了这个西海岸的主要城市，像旧金山硅谷这个区域，洛杉矶这个区域，还有这个东部的这个纽约波士顿这些区域，哇操，中国人弄的这个华人牛逼啊，华人勤奋啊，劳动节啊，而且这个生生不息，不停的在繁衍生息啊，这么一个离湾区大概开车得2小时的一个地方，居然来了这么多华人摘草莓的。其实大家知道这不是来逮便宜的啊，这些家长大部分领着孩子来啊，这个接受教育的，劳动教育啊，就是告诉你们勤劳致富，一人拿一盒子自己干，拿不走拿不满不让出来啊，小孩们从小就是培养他的这个动手能力。华人的家长真的到了美国也非常拼，这边的虎爸虎妈非常多，都是什么清华北大毕业的这些父母啊，双职工领个孩子，然后生了一堆，关键这孩子们之间呢还竞争非常激烈，每个孩子也在这边报着5、6个班啊，各种班报着是吧，孩子们这个还生一堆啊，孩子们呢在这边不像咱们中国就一般家庭里面就一个孩子嘛，所以每个孩子上面有4个老人2个家长，
那孩子被宠的是吧，也是家里唯一的独苗，唯一的希望。在这边不这样，我看出来了，每家都三四个，造成每个孩子都得努力表现啊，你要不努力表现，你都得不到父母的关注关爱啊，因为父母孩子多也不会独宠你一个，对吧？这小孩呢从小这个都会比较的自强不息吧啊。同时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边的孩子家里头的事儿都是得孩子们亲自动手，所以孩子们从小就得互相合作。那三四个孩子你不合作不行啊，你也不能撒娇啊，你也不能打滚撒泼打滚，否则人家老大老二会收拾老三老四，这肯定的啊。这一旦定好了规矩，孩子们呢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，他合作能力天生就比别人强啊。同时啊，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个感觉就是我去东南亚的时候有一种感觉，整个东南亚的就是每个国家的什么什么柬埔寨啊、越南啊、老挝呀、啊这个马来西亚呀、菲律宾呀、印度尼西亚呀，这些国家前十大的首富全是华裔华人。去新加坡你更一看，全是华人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们的人队伍回来了，咱像北京也，这个美国加拿大也变成这样了。孩子们弄完了吗？哎呀，爸爸吃一个。不行。哎，草莓。哎呀。没意思。你不走，你们再穿一个待着。嗯，好喝。怎么这么甜啊？我们自己摘的。我怎么这么甜呢？我爸爸再给娘，再拿点儿。再给爸拿点儿。我想再吃饭。甜呐，甜呐，真好吃。再给爸拿点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好吃。过来到后面，好热。嗯。哇，好甜好甜。嗯。哎，美国即将被华人占领，再过，哎呀，100年，啊。华裔这个美国前十大首富会不会全是华人？你们猜？